大家好，我是北美彪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裙带菜萝卜丸子汤。用到料是一大汤匙的干的裙带菜，半根白萝卜，少许的姜、蒜末。好，现在开始制作。好，将萝卜擦成这种絮状。现在将擦好的萝卜加入一克盐，少许黑胡椒，先搅匀，然后加入100克面粉、20克淀粉、玉米淀粉。好，像这样放那边备用。同时放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萝卜干，再到表面炸至金黄色，就可盛出了。好，锅内加入少许底油，放入姜、蒜末，在炒出香味后，加入水，适量的水，煮开后加入裙带菜。同时加入1克的盐，少许的黑胡椒，将做好的汤放入碗中，然后再放上几个刚炸出来的萝卜丸子，好了，这样一个简单健康的裙带菜丸子汤就做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